主料昂特鱼四条，宽面皮五十克，辅料干辣椒、花椒、姜片、蒜头、糖、盐、酱油、葱、料酒。准备时间十到二十分钟，制作时间十到二十分钟。首先，先把宽面皮过水，等面糖烧滚以后，把面条沥水捞出，想把油锅烧热，把干辣椒先备香，再放入姜片、蒜头、花椒，把沥干水的昂刺鱼倒入油锅，备煎后倒入料酒、糖、酱油，摆烧均匀后加水汁腌过鱼，等鱼汤翻滚后倒入事先准备好的面皮，等汤汁变浓后放盐，就可盛盘昂刺鱼的鲜美加上劲道的面皮，真的很美味哦。烹饪技巧，一定要把面条先过水，去掉面粉味道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